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只要有安装我们的圣帕斯陶尔呢，来有三样好礼，通通送给你。哪三样呢？有没有看到我们隔壁有我们的99汽油机，让你降低碳省油的99汽油机，不管在汽油、柴油，通通都可以用，就是一组六支直接送给你。再来呢，第二样好礼呢，就是我们的圣帕斯的潮牌 T， 让你走在时尚的尖端，看到你不哇哦，好看到我们后面有什么香香的妹子，就可以跟我们香香的妹子合照一张。哎，我们的妹子不要看他们这样哦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妹子，一个叫马悠，一个叫卡比兔，跟他们拍照一张要100万哦，好不好？哎，100万，好。所以我要来问了，请问今天如果有安装我们的圣帕斯强化陶耳，有哪三样好礼？只要告诉我一样就好。我们先来上水枪好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圣帕斯，滴滴最大声，来，99汽油机，那恭喜获得我们的小叶的，噔噔，来，还有一个哦。最重要的，这边最养眼的、最漂亮的哦，在哪里啊？不要跟我说后面的背板哦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圣帕斯，他比较大声，那让他。和美丽的修哥合照，和美丽的修哥合照，恭喜，给你一个汽油精，是不是？掌声最大声，有喊，有喊 ，Tree Action，Tree Action， 等一下就送给你哦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滴滴最大声，那我们邀请我们的 Tree Action 素哥来到我们的舞台前面。哦，这个不能喝哦，那个汽油、柴油都可以使用的。素哥，素哥，没有关系，素哥在装扮中，还在梳理啊，他怕等一下走出来的时候没有。来一箱哦，一箱哦，不是，哎，不要紧张了。那个 Tony 哥会说一箱，你再讲一次，一箱，眼睛都亮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等一下呢，喊最大声的，喊最直，是不是很好？来，等一下，一样喊一二三，要喊什么？圣帕斯啊，圣帕斯，好不好？来，请问今天哪个厂商最大方，修够最漂亮，工作人员最帅气、最甜美，然后呢，礼物送到宝，厂商是哪个厂商？圣帕斯。挑吗？有，我挑了。好，下一位，戴眼镜的，恭喜你。哎，马悠有挑吗？这一位是不是？来，礼物有没有？两罐、三罐、四罐。我托你哥点神，眼睛在瞪我了。来，五罐。没有，再来好不好？再加嘛，六罐，六罐哦，六罐，六罐。然后你们看我的位置哦，好不好？看着我，等一下呢，大喊圣帕斯的时候举手加跳动，这样会更明显，好不好？好，跳动哦，大家可以、奇怪，大家是要拿礼物还是要看修哥？春丽先下班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对着我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请两位修哥帮我挑出一位啊，你们等一下讨论一下是谁哦，好。来，请问今天哪个厂商最大方，送礼送到宝，陶尔最厉害，来自台湾的在地品牌销售第一名的陶尔是哪一家？圣帕斯。来，我们修哥讨论一下是哪一位。比较大声，滴滴比较大声，我也听到滴滴的声音。